哎，不好意思，同学，你知道三角洲怎么走吗？哦，三号楼，我们从北边那条路往东走，右手边就是三号楼了。正好我也要过去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好的，因为我要去那边上课。我叫徒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申路。你是哪个国家的呀？我来自于越南。我来这里上学国际经济与贸易。你的专业是什么？我是学汉语国际教育的。汉语国际教育是什么专业？是教外国人学中文的。真的吗？我刚来中国，我不那么会说中文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嗯，好呀，没问题，你记一下我的手机号。好的。你的手机号码多少？我的手机号是159-3910-0505。那好的，我已经将你的手机号码存到我的手机里面。我的手机号码是13238662278。好的，我也存到手机里了。好的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再往前面一点就是三号教学楼了。好，杜博，三号教学楼到了。我看到了，谢谢你，今天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，有需要的话再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我要去上课。我也走了，再见。嗨，杜博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嗨，申路，当然我还记得你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最近过得挺好的，不过学习很忙，既要上课，还有我要参加的社团活动。你参加了什么社团？我参加了吉他社，还有有时候我会参加了文艺演出。我也想学吉他，你可以教教我吗？当然可以教你，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，那边有很多同学，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学。那下次有社团活动你记得叫上我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对了，杜博，最近中文学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中文有点难，不过学习很有意思，但是我觉得笔画太多了，我总是记不住。对，汉字的笔画确实很难，不过笔画是有规律的，我们记住这些规律就很简单了。是吗？你可以给我讲吗？没问题，我们找一个教室，我给你讲一下。好的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走吧。你知道三教楼怎么走吗？知识点：怎么？表示询问方式。例句：图书馆怎么走？这台电脑怎么开机？我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。知识点：是，肯定是，主语加是加名词；否定是，主语加不加是加名词；疑问是，主语加是加名词加吗。例句：我是老师，他不是学生。你是老师吗？我的手机号是159-3910-0505。知识点：电话号、门牌号、护照号、车牌号等号码使用基数词表示。基数词写法与读法：数字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二十。汉字：需要注意的是，
电话号、门牌号、护照号、车牌号等号码中，一常常读作幺。例句：电话号码62310894，门牌号码1号教学楼107房间。我也存到手机里了。知识点：也。副词用作状语，放在主语之后，动词或形容词之前。例句：麦克是留学生，玛丽也是留学生。我去过中国，他也去过中国。有需要的话，再给我打电话。知识点：在。副词做状语，用在动词前，表示尚未实现的动作、状态的重复或继续。例句：您再说一遍好吗？明天我再来。我既要上课，又要参加社团活动。知识点：既、又。关联词表示并列关系，后接动词和形容词。例句：我既要学习英语，又要学习汉语。河南理工大学既漂亮又舒适。